light on storyline. Grand Power Energy Corporation Australia is mired in more controversy. GPEC employee and Chinese citizen Ma Ke is the man at the center of it all. I know you have a copy of the report. Bring it to me now. 所有的梦想仿佛明天就会被载在脚下，我目睹携手相爱的人如今分崩离析，却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心在何处，身又在何处。这不只是关你我，这是事关一个城市。卸掉伪装，又坠入陷阱。尽管一切被昏天黑地弄得措手不及，也望着游戏被肆意颠覆。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。刺耳的笑音骤然响起，而我在这里。你确定想好了？欢呼，直到最后一击，大厦将倾，人波澜不惊，迎着光向前，我一定会出现，粉身碎骨，也无法拦阻。所有的发展。吕汉几百万人的生命不比这些破钱重要吗？